好一段时间没有比赛了。球给志杰，三分外线一大步的距离。现在是右哲负责防守他，桂宇的地板球给的精彩，又小心小心，又能够在快攻当中去做取分，啊，是相当难守。对，富邦现在领先到达了七分，有可能追加到三位数，这个人就是。又跑起来打了，看 Johnson 在上面直接往上丢，应该没问题。说好没问题，哎，桂宇不进这两分，接到是没问题。哇，这个二打一的机会，哇，快速上的是桂宇，逆流而上。那在富邦的一个一二三号都超过190，哇 ，Quincy Davis。罚球线上的桂宇这一次有把握住，反倒这一次桂宇去做纠缠了，不快攻，哇，这个谢宗荣这边没有人了，谢宗荣，哇，谢宗荣两分轻松拿，再不传就要五秒钟了，再回给桂宇，假动作，这桂宇切到禁区有，对，这一球还是可以，因为在整个快速的攻击上面还是要 one star， 靠了两位洋将把球赛给打了回来哦。对，尤其是第三节哦，Mullins 的单节20分的表现真的是太神勇了。